锵锵三人行，哎，咱们这聊起一些故人呐、啊，这个话真是说不完啊。从这个傅雷之死，那天都聊到王国维之死，还聊到这个老舍啊。其实，王国维也是自尽的，自尽自尽。我觉得那天你提起的话题啊，也让我想到很有意思，就是说，你看王国维也是研究甲骨文，对，研究国学，这个，我就说罗振玉，上次我也提到过，罗振玉在那个时候也是研究甲骨文，在清末民初啊，就发现了这个甲骨文，就中华文明的源头。我有时候觉得不知道是巧合还是他们的一种友谊，就是你想到没有，他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，清末民初啊。存亡绝续之际，就在那个时候，像王国维可能就觉得中华的文脉完了，中华文化可能要亡了。你看在这个时候，他们在全力在研究什么，收集什么中华文明的源头，就是甲骨文、殷墟、青铜器，这个研究在那个时候他们都在，包括日本飞机轰炸西南联大的时候，他们都在研究这个出土的青铜器上面的铭文。哎，这个选择是什么？就是越到末路越想源头吗？郭沫若研究甲骨文是逃难，他被蒋介石抓了逃到日本去，就是被通缉的那个时候他来研究这个东西。回过头来看他多姿多彩的一生，最有价值的还是他的甲骨文研究。就是这样，就是他的诗也算了吧，对不对？但是那个傅雷呢，有好多，我是对傅雷是非常佩服，受他影响很大、因为年轻的时候读就是读巴尔扎克嘛，就是还有罗曼罗莱这个John Christophe，哎啊，这些东西，这个上次杨牧啊跟我说，他说在美国都没人知道约翰克里斯多夫，就是、啊、中国就是因为傅雷，傅雷后来被人所知是因为这个傅雷家书。对啊，这个心灵美啊，这个鸡汤，但谁都忘掉了，当初傅聪是算叛逃的，他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啊，就是这个事情，所以傅雷这个他这个傅雷家书为什么后来畅销，现在印到100多万本，他反差特别大，因为他的书的内容是那么阳光，那么符合主旋律，可是呢，这个作者呢却曾经是自杀的。而且他这个另外一个收信的儿子呢，就培养这个精英的儿子，曾经一度是被判成敌人的，所以傅雷家书的这个畅销本身后面是个非常非常大的反讽。哎，你说就这个约翰克里斯多夫，实际上在咱们成长的年代，在改革方面是禁书的。我是第一次怎么知道呢？是看姚文元的，文革中可以看姚文元的一本书，叫什么？想起了国歌还是唱起了国歌？他的一本大论集啊，他里面提到说他看到反右的时候，那时候他是从前写的，说他看一个右派的日记，把他什么哪个区委的宣传部吧，让他看一些右派的交代材料还是日记，说有个右派就是因为看了这个约翰克里斯多夫这本书成为一派，我当时就特好奇，还有这种书什么呢？就想办法去找，在文革中后来真不容易找到啊，找到了，确实给人一种，尤其我那时候下乡，他确实当时都是悄悄摸摸的看这种书，不然公开的。那么他确实，约翰克里斯多夫为什么在这一代人，美国都没人知道了，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有这么大的影响力，曾经的禁书，因为他谈到了他的精神奋斗。我始终记得一句话，就是说。他不是为了成功而奋斗，而是为了信仰而奋斗。还有他的开篇第一句我还记得，江声浩荡，后面哪了，哎呦，你看、如何如何，这就是影响一代人的心灵啊。对啊，为什么说我特佩服那一代人呢？我到济南儿所，我们所一个老先生，那完全是做那个中俄关系史的考据，就完全好像没有文学，没有什么才情，会好几国外语，就是做一个小岛啊，或者哪个支流啊，那种最严谨的考据。我无意中有一次因为跟他闲聊，我谈起我喜欢傅雷，这个约翰克里斯托夫，第一句我说就吸引人，江声浩荡。结果没想到那个老先生是北大外语系毕业的，很多50年代初期北大，用法文给我背了前面那一段。这也就是说，你说那一代人的这个讲，你看着他好像跟陈梦娇他们搞古文，他完全也是做考据，就考据黑龙江什么什么，或者新疆的哪个什么那个边界那个什么地儿啊，你看不出来他也那么喜欢文学，他也给我讲了半天。就那个时候是不是有一种原因呢，就是这种家学渊源呢，就是他们这些人从小啊受到的这种文化的这种熏陶，包括学校里的教育也
广啊，你看他们都是学贯中西。他们受的教育呢，我们这真是只能望尘莫及了。他们看的那些，包括鲁迅他们看的一些古的，这是那些外国的东西，那我们没法。但是我们能追的呢，就是傅雷他们翻译的这些东西。嗯，对，就是打个简单的比方，他跟学生讲，你别吵，你就看100本欧洲的文学名著。啊，其实这些名著啊，在我们习主席的文艺座谈会上都已经给你们点出来了，阿图格涅夫啊，托尔斯泰啊，托斯托夫斯基啊，罗曼罗莱啊，巴尔扎克，那个葛朗台啊，这个欧阳尼葛朗台啊，高老头啊，全部这些东西，只要这些东西看了，这个世界再怎么变，你不会那么乱了，你不会那么慌了。你不会看到黑白红蓝这些东西现在价值观这么混淆哈，不会那么乱了。我总觉得，当然还要看《红楼梦》了，看我们的这个《三国》《水浒》了，《金瓶梅》了。但是西方的100部文学名著，真是感谢傅雷他们这批人。当初傅雷第一个评张爱玲啊，他写了批评张爱玲那篇文章，张爱玲根本不知道谁写的《训语》，张爱玲那篇小说拆散了他这个婚外情啊，张爱玲也是不知道。后来才他后来跟宋琦写信的时候，他说我不小心拆散了。他到了香港以后才知道《训语》这个小说，这个批评文章是傅雷写的。哦，他当初还写文章替自己辩护，这是一段这个文坛佳话了。所以你说这个讲傅雷这个事儿啊，我那天就9月3号我看这个相关的这个文章啊，你知道我记着一个谁啊？有个人。是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，叫江小燕。哎，我也是特别佩服这个人。我觉得好感，我现在说起这个人来啊，我就觉得这个鼻子发酸，我就觉得，哎，有这样的人，就是当时呢，这两口子写遗书是写给朱梅馥的胞兄，这个叫朱什么，就是说我们的火葬费53块几毛几，我们留出来了，但是呢，没有人，包括他们家的亲戚，带这个堂堂男儿。不敢去收他们的骨灰，因为那个时候这种叫自绝于人民嘛，骨灰都不能收留。这个江小燕儿，我后来仔细查，他是个什么人呢？他就是一个从小爱画画，跟着一个钢琴老师学钢琴，特别爱听傅聪弹的钢琴。他跟傅雷啊无亲无故，他只是听他的钢琴老师说，哎，但傅雷自杀了，骨灰放在哪儿也没人收留，他就自己到火葬场。冒名就说我是傅雷的干女儿，自己就把傅雷的骨灰给收留起来。收留起来，你知道他为这个付出了什么代价？上不了大学，被审查。这是上大学是之前他就上不了的。为什么上不了？为了什么呢？因为他就是在反右的时候，他是一个高中生，高中生有个女老师啊，对他特别好。两个人关系比较密切，那么那个女老师上面已经决定了，党已经决定要把那个女老师打成右派，那需要学生揭发。我刚才讲过，在那个年代都要揭发的，你不打出，你不揭发，你就要倒霉。所以他当时才19岁、20岁，他又就觉得他对我挺好，我不能揭发，不能揭发，实际上他就不知道他的档案就被记了，是被记，因为学生中是高中生中一般是不打右派的，但是他的档案中就被记下来。他思想不什么不健康，正确有右倾啊，同情右派分子啊，什么什么就不一录取，所以他就没录取，所以他就也没工作，大概家境比较好，对，19岁到文革这么20几岁、哦，就是你看，因为这个事情，他付出的这个代价就是一直在受冲击啊，受，对，然后呢，终身未嫁，就到现在80多岁了，80多岁提心吊胆，后来一直是在报纸上看到召开这个给傅雷平反、傅雷追悼会。他这才说骨灰我给收留起来了，然后后来这个傅聪和傅敏呢、啊、多次要求，他就只见叶永烈，据说叶永烈采访过他，但是他要求我不想曝光，我不想人们知道我，傅雷傅聪这俩儿子多次要求登门道谢，他就说我不想见，他说我不想见，他说我只是个普通人，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，这没什么可说的。最后啊，这个傅敏就是千求百百起的吧，就是说答应在学校见一面，见一面，当时叶永烈领着去见、嗯、叶永烈就是说，哎，你们这难得的这合个影吧，这个江小燕说不要照，说我不要让别人知道我一辈子啊，
我觉得这个其实就说这个您人间呐、啊嗯，又有这样的意识啊，意识，你有一个很柔弱，看着很柔弱，并且父亲，我就是说为什么对他感兴趣？我觉得如果研究历史或者要了解那一段，你了解他就知道当时说哦，高中生如果你不怎么样，就会影响到你的上学和你以后来的，因为啊，并且为什么傅聪是在外国。当时定为叛朝，他回不来。傅敏为什么在北京就去不了寿呢？因为他是个中学老师，已经被打成牛鬼蛇神，被关起来，被关在牛棚里。就刚才讲的陈梦家，我们上一次讲到陈梦家，陈梦家见到他弟弟陈梦熊听说了，赶紧赶到他家。胡一斌说：“你来的正好，一块儿自投罗网。”把他也打一顿，他也不敢再怎么着。所以我觉得这个老师的骨灰也是丢的。对呀、啊。这个江小燕，我觉得特了不起。江小燕，他甚至不知厉害。他收了之后，他觉得这个事情这样做事情太不对，国家这样。他给周恩来写封信，实际上根本到不了周恩来。对对对，他这个到不了周恩来，还给周恩来写了封信，谈这个事儿。嗯，他有骨灰，什么什么说这样做是不对，对付了啊。马上上公安局查，因为当时都是专政主，哎，实际上就把他信根本就寄不到上面，寄不到，完了就把他也关了很长一段时间审讯他。你就说在那个年代，世界上在竟然就是有这样一个人，跟他毫无关系，就因为这件事情连累了他一辈子。这到然后到最后，哎，我就甚至我那天看见他这事儿，我就想起胡适原来做一首诗，就是为他起一念呢。十年终不改，就是有朝即重来，若亡而实在。就说这种，哎呦，我就好感动。那去广告吧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老师接着谈谈。就是这个，我就是特别佩服这个江小燕。我是觉得，要了解江小燕，我们从方方面面就可以把那个时代了解清楚。比如说，你不揭发老师，你会面临着什么？啊，当然，江小燕她的这些壮举。我可以称之为壮举了，因为傅雷，平反，傅雷又是个精英，他就留下来了。实际上，我们上一集讲到这个陈梦家8月24号，就是说他第一次自杀，因为那一天我们所在的那个东厂活动打死了六个人，都是普通的居民，也可能是那六个人是谁就不知道啊，这以后就不知道了。那么之所以能提取这六个人，往往还是因为要分析陈梦家给他造成什么刺激。那么那六个普通人就无名无姓，这也是历史学界的一个局限。所以我很早就写过一篇文章，就觉得历史学是有它的局限性的，它往往是偏重于精英。比如说我们一谈文革啊，一谈受迫害的这些人，在那个年代受迫害的，就是那你举出来就是这些精英。实际上，比如说像类似于这那一天的一个我们一个短短的几百米的东厂胡同。六个人就被打死了。那么到现在，你问谁说出来，姓甚，名谁？老人都知道，哦，那天可惨，但是说没姓没名。那么以后在历史的记载中，有可能就说一个什么运动啊，一个事件说，说那就是这几个精英受了迫害。这是我现在常常在网上看到的一个观点。常常有些也许是年轻人吧，也不知道什么人，就是说你们老是讲那个时代，但不就是那些知识分子和一些走资培干部吗？啊，我们广大群众、工农群众并没有什么，常常有这样的观点。所以这也是受了这种刺激，所以我在1999年还是2000年，我就写过一篇文章，叫做《日常生活历史最重要》，就觉得我历史研究应该把视角对往下看。放到普通人的身上，在那个年代的什么衣食住行，包括他们受了什么样的待遇吧，啊，什么样的境遇，啊，否则历史记录确实，历史从前我们要不然是最好的人，要不然是最坏的人，就是坏人记忆出来也是枭雄，嗯，也是枭雄，啊，普通一个土匪里面的普通的土匪怎么生活啊什么的也不太记录，啊，也是枭雄，啊，才能走入历史。受迫害的也是那些精英，他受迫害时走入了历史，被记载下来了。所以这是一个史学本身也有这个局限性吧。我有一次去做演讲，我记得在广东一个什么地方做演讲，就是讲我的文革研究的小说，就讲小说。最后有一个年轻人站起来提问，我印象非常深，看上去非常认真的一个年轻人，他说：“你讲的这些迫害啊，加起来都不超过中国人口的5%。”就是所有这个迫害的人95%的人是没事的，
他说今天正好相反，是5%的人他们有钱有势，在压迫95%。我说当然你这个观点是错的，你用的正好是那个时候的逻辑，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个基本的常识，基于我在乡下生活的情况，我说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不是5%的事情，是100%。我极端的来讲，江青也是倒霉在那个时候，江青要不碰到他都没这个事情。我跟他讲了我生活过的这个农村啊，这个村里啊，是富农的老婆常常要陪斗，他是倒霉的。可是贫下中农所有的人，他们种地产量不高，他们不能够采用自己的方式，他们只有自留地里才能保存自己吃一点东西，他们一年到头吃不饱东西，整个这个情况所有人都在受苦啊。你当时插队在哪儿？我在江西啊，革命根据地啊，那个猪肉上面长满了毛，他们拼命抢啊。江西哪儿？因为我当兵在江西广昌啊，这个毛泽东逝世广昌路上这个地方、嗯、我就告诉他，我说不是少数人倒霉，是所有人。你以为老舍被打老舍倒霉，以为打他的那些第八女中的红卫兵，那些15、16岁把人家打死的人不倒霉吗？他们一辈子背着的负担他们自己不知道。后来其中绝大多数人也被迫上山下乡。当然他今天跳广场舞、嗯、只要他想起当时他打什么人，他能够放得下心吗？这个学校现在还改成叫鲁迅学校，鲁迅中学。而且呢，鲁迅中学，你说这个呢，我还有一个角度，就任何历史大的运动啊，当然影响的都不是少数人，但是少数人也是非常值得重视的。就是我有时候，我为什么我对一些个人就极少数人感兴趣啊？你看，这就像中国的这个禅宗啊，有这么一个思想，就是啊，哎，真正的这个大彻大悟，世上能有几人呢？但是禅宗这个东西，它需要有觉悟的人，他这个不能断绝，所以禅宗有个思想叫传灯人，就是说不需要99%的人民都理解我的这个，我的这个禅宗的这个东西，只要有一盏灯，只要有一个徒弟，所以你看。慧能什么又是谁啊？力学呀、啊，断臂呀、啊，求法呀、啊，禅宗这个一组、二组、三组、四组，只要有一个真懂了的，他就没有断，他这盏灯啊，就会点燃更多的灯，这个文化、这个文脉，他就继承下去。所以你看，我给你看几个照片，咱们也是说那个时候的人物。今天呢，也是讲什么京城四少。我们这你看，大家就是说民国的时候，张伯驹。这就是张伯驹，哎，这叫风流韵集啊！我觉得这个样子，你一看这个样子，这你再看下边，这是张伯驹的后来的这个夫人呢、啊，潘素，他把潘素啊由一个青楼女子培养成了一个书画家，嗯，这是非常有名的。然后你看，这是当时的四大公子啊，北京四大公子袁寒云，就袁世凯的二儿子。你说那个时候的人物，就像这个袁寒云，哎，我首先说长得这么好看，然后呢，这都是。跟今天的这些个富二代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就觉得没法说。你像这个袁寒云，这是什么人呢？劝他爸爸袁世凯别称帝，留下这个诗句，写诗写得极好啊，就绝帘高处多风雨，劝什么就莫上琼楼最上层，就劝他爸别称帝等等。他自个儿呢，跑到上海，他是青红帮的这个堂主啊，大堂主。然后后来在天津靠这个写字，他字写得好，最后穷愁潦倒靠写字为生嘛。然后就说这个人死了，说天津青楼女子成千的这个青楼女子给他出殡送行。哇，羡慕！就是哎，就一时就哎，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。我说的不是他，我说这个张伯驹。嗯，这个张伯驹，你看。到现在故宫最近要有展览了，我劝大家可以去看看，你会看到就是杜牧的张好好诗卷，钱选的什么山居图，这都是张伯驹私人的收藏，还有国之重宝，就是中国现在传世最留下来的最早的就墨迹，就是陆机的平复帖，嗯，然后这个展子虔的游春图，传世最早的这个画迹啊，展子虔的游春图。建国后，张伯驹当年是买这个游春图220两黄金，他把他家里的河南老家的地也卖了，把他北京的大宅院卖了，就为了，我跟你说，他们老派人呢还是有点爱国那个思想，他就为了一个，就说这东西不能流出中国，我是要他留在中国。
到最后把这个国宝啊一起捐给了故宫嘛。所以啊，这个陈梦家在美国看了，也是劝这个文物商啊，你尽量把一些东西弄回来。哎，他自己知道很多东西他弄不回来，他一定要把那个图录弄全。对、啊、这个对现在研究考古研究人那是太珍贵的东西，太有学术价值。然后呢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被打倒，打倒了之后，人家在后海，人家的院子变成了大杂院，这北京人很熟悉。你这大杂院的都是那些老太太监视着你，你们说什么，你们吃什么。其实有时候就说为什么死，我跟你讲啊，就这种人他们是什么人呢？他们的一辈子的这种生活方式，他心中的美，他心中这一切，我跟你说，我就觉得死太能理解了，就是你知道吗，这种完全不一样了。就是所以我就说到最后，到这个张伯驹这个晚年感冒了，到了这个医院住七八个人的病房，单位里还不准他转院。我看唐诗曾写的这个文章里就讲到，后来有这个打抱不平的人到这个领导面前就说，他捐的东西能买几所你们这个医院。最后领导批示2月26号同意他转院，张伯驹已经停止了呼吸啊。哎，咱们去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个有点失控，讲起这个来。2月23号，我们重走老舍的这个当初被斗的，包括他自杀的地方，提了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假如现在不是流行穿越吗？假如我们穿越到那个8月23号，我们能做些什么事情？我们会，假如我们在那里，或者我们碰到当时的人。哎，真是不知道怎么样。你要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讲，那真是很短一点。从历史研究来讲，8月18号接见，8月28号中央就下令了，停止武斗，中间只有10天，这个最疯狂的时候只有10天。当然28号没有真正的停止，后来这个有惯性，上海的事情都发生在9月。那也许站在这个理性的角度来讲，我们假如知道今天的话，我们会对老师说，小不忍则乱大谋啊。啊，你忍呐、啊，忍过这一关呐、啊，中国不会一直这样的，对不对？你忍过去，跟傅雷也是这样，你还有很多事情。你看，陈梦家的太太后来一直做了很多贡献，对不 对？当时精神分裂，后来还是学术权威很久。但是，当他们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又在想，你要站在他老舍的经历，站在他陈梦家、傅雷的性格立场上。他就忍不下去啊，他就这一口气就忍不下去了。并且你刚才讲的精神分裂，你看夏乃日记，他也有短暂的，因为从60年代起各种四清啊、整啊，都要你自我思想检查呀、啊，然后就很严重了。对于这些都是留学后来没经历过所谓运动的人，他适应不了，适应不了。所以说呢、啊，这个咱们讲这些啊，咱们当然也是回顾历史这个教训啊，就是说。那个特殊的年代，我觉得到后来作为这个怎么说呢，党和政府也有所反思了，这个都做出了明确的这个结论，对吧？对历史上的若干的问题，都是后来开会平反，对对对，而且傅雷的平反，傅雷的作品也是，你看光大大家这么多人喜欢，对不对？你刚才讲的一人传灯啊，对，我仔细想想，他的骨灰被那个江女士，这个这真是活生生的当代的一人传灯啊！就比如说，我就说我刚才讲的这个张伯驹，他没有死，你灭不了他。你到今天，他当年他去，他说我的东西啊不怕丢，永远在故宫。他的名字咱们都死光了。千秋后世都有张伯驹，那是只要故宫有咱的国宝，就是他捐出去的。对，你说那是，所以我就说这个，其实我是想讲，他有些你别看他是极少数精英，对吧？你好像老百姓觉得你们极少数，你们活该倒霉。可是这些人身上的确有你中华民族的这个文脉，有你中华民族，它凝聚着你中华的文明。还不仅仅是这样，因为现在确实有的人说，你看就算。受迫害的也不过是5%、10%，甚至15%，你和绝大多数人比是少数，不能这样算。这样算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就被打死，这是很恐怖的事情。咱们这楼里现在凤凰镇估计有10-10号人，咱们设想想，咱们100个人，现在就110号工作人员在这儿，就说有5到6个人就说他是有问题，咱们可以一顿就把这5-6个人当场打死，这种恐惧，这是合法的吗？这种
这个比例应该是很高的。反正你99，你没有经过这种99个人能够任意打死一个人，就说明你另外99个人也不安全。就是啊，所以说今天可以打死，这样的简单，这个人明天就可以打死那个。所以说咱们这个坏分子反思历史教训，就知道今天以法治国的重要性了。对，啊，对，咱们这个国家其实已经是向着以法治国的方向发展了。对啊，这个想起过去你也是有所唏嘘，但是你更以后就得坚定啊，就是，这个以法治国的道路啊，对吧？对，哎，我讲这话在水平上吗？对，咱们还是不就要看到今天和明天的美好和我们应该吸取的教训，对吧？我老色是一直在这点是真是克服，对，这真是一直在一直想要那个东西。对啊，其实这些人就留在历史上，他没有灭亡。对，甚至有人说孟姜，我们今天这样讲是对，因为孟姜知道。